0168. All right. Local 这样讲, 如果明天你可以约他们碰个面吗? 你不能, 我明天约他, 找一找。 他睡呢要叫你，他一定要先交税，我们才可以转那个，他不交税，他不交，交完税房产证，好吗？这个就是很以防万一，他漏税，不交税，因为你现在搬去了，真的买不回来，已经没有了。对，看那边的很少的。没有了，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还有，连那个什么东方明珠，金业还有那个国际。